安娜，你在那里干嘛？安娜，过来帮我跟安娜翻译一下。你们两个都叫安娜呀？你问他在那里干嘛？我让安娜问一下，安娜在那边干嘛？是不是想游泳啊？你问他是不是想游泳？啊不，为什么他一个人来这里玩啊？来，你们过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两个安娜哪一个漂亮一点？啊，啊，哇，本来一直我觉得人叫安娜肯定漂亮啊，特别漂亮。干嘛？叫安娜好看啊？嗯，没没，不是我。我觉得你没有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高的。现在这一看，他比你矮好多啊！你好看呢、啊。你们两个谁漂亮？两个人都漂亮。都漂亮，哪一个更漂亮吗？一起漂亮的。一起漂亮。谁叫安娜也一起漂亮？嗯，这个安娜有点害羞了，这个安娜。你叫她学中文，要叫她跟学中文跟你一样。你他也会了呀，你叫他跟你学，你要做他的老师。我吗？啊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。你说是我说的吗？然后吧，那等一下，你两个通过怎么谈起来的 ？OK 吧？啊，你们两个要做好朋友哦。可以。安娜想知道安娜应该怎么称呼安娜，安娜是不是应该把安娜叫姐姐？对，我是你他你姐姐的。嗯，你18岁，他19岁。对。嗯，叫姐姐。姐姐。对。不要叫好朋友也可以，我不想老。你不想老，这个事实在这里，你不想老有什么用啊？不要的。嗯。朋友也可以。叫我哥哥就可以了。叫小哥哥。小哥哥，哥哥吧，我可以叫你哥哥。嗯。不要叫叔叔哦。怎么啦？叔叔也好听啊。嗯，叔叔老啦，叫哥哥好。叔叔。你一直变了，我们就矮了呀。嗯，那我矮一点吧。我们三个去游泳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这样你不睡的，你在这里，然后让我们两个人睡的。去，真的去。可以。今天吗？啊，安娜去不去？我也不知道我问的是哪一个安娜，白毛病羊，三坤白，不老。嗯，来。哎，我看你俩。然后你们拍我，怎么样了？哎，那刚刚那个叫什么？孙普。对啊。孙普他家也是蒙方的，他家也是蒙方的呀。他们问了，他们家有多远了？那就叫又改的嘛，又改过可以，没有。妈妈，你个，开车要多久？去了百多公里，大概20分钟。骑摩托车吗？去了百多公里，对。嗯，什么时候有空去他们家玩？爸爸妈妈欢不欢迎我去啊？他们家 OK 吗？ OK 去了你妈妈做什么给我吃啊？买了买的这些啥呀？冬菜、嗯、吃鸡。不能杀牛吗？你们家有没有牛？牛是什么？牛是什么？牛啊，牛啊吧，牛，完了又要喷我说我普通话不标准了。家里没有？没有。你给你爸爸打电话，叫你爸爸
买一头牛杀了给我吃，我们就去，他什么时候买牛我什么时候就去。OK OK， 真的哟、哦，啊，舍得给我吃不？舍不舍得给我吃？还没给，还要钱，就算了，还要不？来来，说的好听我，但是我有点不信。其实，在老挝啊，很多人真的，他们招呼客人真的会杀猪杀牛，但是得要有条件才行。这个安娜家的条件应该不会太差。你可以来吗？可以啊，你问他呀，你不用问我，你问他，他们都去游过很多次了。是吗？你问他，你问他。想游就随便可以游，不要钱。好的。嗯。但是我不会的。我教你啊。啊，我不相信你的。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我真的不相信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教你游泳了。你可以信我的。好吧。其实我死了怎么办啊？死不了。你要拍视频，然后要叫我拍视频给我爸爸妈妈。嗯。把你抬回去吗？真的是。没事的，放心好了，这个安全有我在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你睡你。我真的好想把你推下去。可以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去。不，我们三个一起去。我帮你们排。不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，我们不排了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不会，我真的怕的，大哥。哦，这样对我是吧？好，我要你要记得你对我怎么样哦。有一天我看见你一个人没有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个人我不会站在边上去的。有的要有一。